没问题，绝对安全。什么安全呢？这个助理啊，是我从机场给他找回来的，还是干安检的。来，客人，明白？哎，这，往哪儿滑了呀你啊？你这样，那个我这是刚开始工作，不太熟练啊，见笑。那这样吧，没事，你带着尊贵的客人到咱们家参观一下，好吧？好。刘总啊，我们家就是我装修的，你看看这个质量，交给我没有问题。这都是你说的。请。请。来，请。这都是我妹夫装修，不是那都是我们家钱总装修的。这边看，行，挺好。哎呀，老范大哥在家呢。大舅啊，你来也不说一声呢？你这话啥意思？不欢迎我来啊？不是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！你看看，哎呀，他来就来了，还拿东西？东西给你的啊？哎呀，我外甥赵刚子就爱吃这口啊，新下的大葱，我给他带一捆，还得是他大舅。哎，你捎带着也可以尝尝鲜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大舅还是你啥，你全都不能给我露馅儿啊！我露馅麻烦了。我知道，师傅。哎。哟，你他们家师傅，哎呀，柳，你怎么师傅有点认识啊？这是我师傅，这是我徒弟。哎啊，坐。哎呀，师傅，哎，我说小柳啊，你怎么上我老范大哥家来了？大舅啊，我们两个有生意往来。对，我是跟钱总生意上合作，我今天来认认门啊。你们这有亲戚？正儿八经的亲戚啊？是吗？这我不得跟你说呀啊。老范家的大姑爷就是我的外甥赵刚子。赵刚子是大姑爷呀，我大女婿，老大了。他是二姑爷，老二啊。大跟二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说来说去，我外甥赵刚子呢？啊，这个大舅啊，你外甥赵刚子，你大姑爷出去了。你骗我啥出去了？这不跟他站着呢吗？我说刚子，不认识大舅，这哪是刚子呀？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生活助理。行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我有事儿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谢。等等。哎呀，干啥呀？怎么了？我就想问一句，那么不是你偷的钱，你为什么拿出10000块钱给我呢？我没法跟你解释了，我想给你留点悬念。行吧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我想明白了，你等等啊！你这个悬念我已经破解了。第一，你肯定是有啥急事想走，那我才看出来了，怎么？第二啊，你被王小倩给欠住了，主要是你给欠住了。第三，你是怕我这个卡落到坏人手里。钱被人取走了，对不对？好人呐！哎呀，哪里，那行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欢送。对，哎呦，张总啊，干嘛？我工作，你看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公司就是倒闭了，我也不养你。什么？他的公司要倒闭？啊，他这么好的人，咱们怎么能让他公司倒闭？张总，我来帮你。不是，这用一个卡搁这，咱们老板，小姨夫爷爷，一卡又拉着了，1块6毛6。哎呀！哎呀，我饿死了。小美玲，你这吵吵啥呀？不能给我搭把手、啊、谁说我没搭手啊？我这不是拿着筷子等着吃呢吗？就知道吃呢。你说我要炸丸子，我让你大姐夫带一桶富红大豆油，说到现在他也不回来。对呀、啊，吃富红大豆油，为健康生活加油。是啊，没这豆油也炸不了丸子呀。是，你说他上哪儿买去了？这么长时间都不回了。钱顺范，气死我了！你要干啥？你今天到底？妈呀！俩人又吵起来了，我得看看去，帮我盯着锅。你劝劝我二姐啊。
最近呢，心情有点低落，小米粒总是不理我。都说女孩喜欢浪漫的，我觉得我挺浪漫的。这几天我想明白了，不是不够浪漫，是不够惊喜。今天我给她来点惊喜，争取把她浪漫蒙了。小米粒，小米粒，小米粒，你来干嘛来了？嘘，三二一，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。惊喜不？哎呀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高压过爆了？啊？笨笨。啊？小米粒，笨笨，小米粒咋的了？被我浪漫蒙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快快起来，快快起来！笨笨。哎呀。你来干嘛来了？是这样啊，你大姐夫让我帮他送一瓶富红大豆油。你是来送油来了，还是来要我命来了？我这可能想给你惊喜，没准备好。你准备好，你不还得把我吓死啊？天天净整没用的，你赶紧走吧你。烦死了。那行，那小米粒啊，那我重新准备啊。什么呀？都把人气死了。咋回事啊？你别提他了，我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，总说要给我制造浪漫，这不挺好吗？好什么好啊？你就说昨天吧，给我打电话说，哎，你出来呀，我给你个惊喜。结果我高高兴兴的跑出去了，我一出楼道口，我一个大前趴子就栽那儿了。咋回事啊？他把一整盆的花都放楼道口上，我没看见，一脑子栽进去了。哎呀，你是这田笨笨就是个二傻。哎、行了行了，别说他了。这油也到了，你快给我炸丸子。行，炸丸子，炸。哎哎，这卡片是不是给你写的？我看看。嗯，我的女王真美丽，日日夜夜思念你。这写的什么呀？这么俗呢？是吗？我的女王真美丽，日日夜夜思念你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你爱咋地就咋地。你看人写的多好。孩子，你说说，怎么还一惊一乍的呢？咋的了？这啊咋的了？你这是没有事儿，咱俩唠咱俩的。小孩就这样，啥玩意儿？手机怎么没电了？哎，这是我的，我还没充完呢。行，充吧充吧，拿充拿充。你这手机，你回咱卧室去充去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这是我家。我知道是你是人家不是客人吗？对不对？咱家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咱俩怎么还不给我做饭？我都饿了。你那沙发客协议里边也没有我给你做饭这一条啊？不做，什么意思？坐，马上坐啊！哎，你给他对付一口不就完了吗？我做那玩意儿你都不爱吃，我能给他对付得了吗？你是从哪儿找的姑奶奶来呀？你签那协议咋签？是把我卖给他了？这人家来了，你就热情一点呗。咱俩在那磨叽什么呢？能不能稍微开一点？哎呦我的天，那儿看见了吗？那儿有方便面，对，自己泡，自己泡，爱吃不吃？钱抽缝儿。我钱抽缝儿。我不管你什么缝儿哈。咱俩不都说好了吗？啊，互相管吃管住最高水平，你就给我起这个呀？小姐，这就是我们家最高水平了。我们俩真的不会做饭，我们俩不做饭。那我知道啊，我现在就要逮饭，我要逮饭，要逮饭，要逮饭！哎呀，别嚎了。你协议里边可没有在我家嚎这一出啊！对，我告诉你，再喊的话，我给你扔出去，你信不信？你敢动我一下，你试试？你是不是打听打听我二林子是谁呀？啊！我告诉，别说你，你那些破玩意儿，我都给你复演出去。哎呀！大姐夫，大姐夫，赶紧救命啊！赶紧救救我！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谁呀？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啊？这谁呀？前任官的姑奶奶。哎呀，顺风啊！哎，你姑奶奶来，你咋不说呢？家里边还来钱。快过来，快过来。顺风啊！哎，你姑奶奶挺年轻啊。哎，什么？什么我姑奶奶呀？到咱们家来住的沙发客。哦，是
是沙发客呀、啊，欢迎欢迎啊！就是上次那个三米粒找的那个沙发客，不是，人家那是沙发客，这，哎呦，我都气死了。如果我说，这个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你，你相信吗？不信。我说那个男主人公是他，你相信吗？更不信了。如果我说那个女员工是赵铁丹，你相信吗？啊？如果我说那个忠厚善良老实的大爷是你大姐夫，你相信吗？信。大姐夫，当你说到大爷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你了。谢谢你对你大姐夫的认可。二米啊，哎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今天钱顺风回光返照，他确实没说一句假话，他说的句句都是真的。今天确实是赵铁丹过生日，他给赵铁丹买了个蛋糕，你相信他好吗？真的呀。二米粒儿，你不相信他，你还不相信你大姐夫吗？相信。钱顺风，哎，你说你也是，这好事你就直接跟我说呗，撒什么谎？我没撒谎啊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不信呐？王小倩，你为什么不跟你二姑说呀？你啊？对呀，王小倩怎么回事？我二姑说了，谁问都不能说。我告诉你钱什么，你下回不能找这种猪一样的队友，听见没？什么玩意儿？你二姐，哎，二姐，哎，钱总，哎，赵铁丹，赵铁丹，对，不是出门了吗？不是，我这取消了航班。二姐不好，哎，咱俩了，我来找二姐汇报工作。哦、啊，虽然活有点多，但是二姐放心，我已经把所有的工作全完成了。哎呀，钱总，您检查一下，哎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我再回去加班重新改。哎呀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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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，你怎么不跟二姐说呢？这多亏有你二姐夫了。这样，我和你二姐夫啊，代表咱们公司的全体员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丹丹啊，我代表物业全体人员，祝你生日快乐！丹丹，我代表物业家属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我代表嘎达商店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抽了，抽了！谢谢大家，我会好好努力工作的。太难了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说你呢？我这才知道，打进来就让撵我，撵我！你是怕我看见你当保安吧？不是，那你咋跟我说的呀？咱家这么大企业，我让你跟我干买卖，你非说在物业干一番事业，你就这么干呢？你就从经理给我干成保安了？啊？我说你看着这样，我看啥样啊？啊啊？什么情况？你误会了，我怎么误？交给我，没你事儿。这里我明白了，你帮我一会儿，我帮你一把，好不好？叔叔，你好。你好，这谁呀？这是？不用管我是谁。我就想问一下您啊，您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说我们的田笨笨？我儿子，我有啥？不要说话了，我就想问问你啊，咋干的？怎么把自己活干丢了？我自己，我啥活干丢了？好了好了、啊、好了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落差。我有啥落差呀？我呀，你原来啊是我们田商集团的。等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还原来呢？哎、原来啥意思？你注意点，我明白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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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错了。这孩子，你、哎、这位司机叔叔，谁是司机叔叔？他怎么还跟我这么直的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别说那没用的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是气场，切，哪丫头？这孩子说话，你说这那个谁司机叔叔啊？别说了，那个爸，什么情况？你那个你，你这样，你先进屋待会儿，我过会儿跟你解释。你别过会儿了，你再过会儿都给我说撤职了，说退休了，就是。什么情况啊？这个，是这样，就是，
配合了一下。哦，这么回事啊？这家伙，这打进门没注意呢。你瞧这造型呢？哎呀！干啥呢？跟沙发拜把子呢？五毛懂没？不是你有几个这群兄啊？你瞎呀！一个一个仅此一个一。这不俩吗？啊！我怎么感觉这里边有点事儿呢？哎，那你这个是打算送谁的呢？你包里还有几个呀？包里啊？哎！啊！哎呦我去！我去！怎么了？你这情人节过得可挺忙啊！啊！咋回事？咋回事？整清楚！别吵吵！其实吧，我是个销售。不行，大点声！其实我是干销售的。啊，你就是卖这个的呗？啊，那我倒想问问你了，那你在网上跟我说的这些那些这个那个的甜言蜜语，还管人家叫小甜甜，叫小樱桃，那都是你发的吗？那是我发的，那是群发的。凶个啥呀？销售策略吗？哎呀！兄弟，搞销售的，我以为是情敌呢，行，忘解除了，那我帮你收拾一下啊。谢谢哥啊！你说你缺德不啊？啊，有你这么干销售的吗？啊，就你这个销法，我看你早晚得挨削。大梅姐，我说过你多少回啊？爱情不是你想买，想买就能买的。买卖这玩意儿，我跟你说，买卖可不是谁都买，不是谁都能做的。我告诉你，知道不？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，不耽误啊。大梅姐，这次失败，你要想开啊，下次再来。大梅姐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每年到情人节的时候，我过得都特别有意义。是今天漂亮。我收下手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他说什么？我一句都没听懂。我呀，那你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他说的我一句都没听懂啊！你怎么能听不懂呢？你他和我说一般，还老有一般，你懂吗？人家不还有手势呢吗？有手势吗？对呀、啊。我想起来了，咱俩想当年追老米的时候，你就和我打过这个手势。对，说这个，他就和我打过这个手势，他那是啥意思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他当年和我比划这个手势，就说我要再追你，他三天打我一次，就他说的。你还有这能耐呢？你叫大伙说说，我能那么野蛮吗？还三天打他一次？那你啥意思？一天打他三次。行，你松手。我说这弟弟，我得说你两句，这男人呐就得大度。不能小肚鸡肠的，是不？你喜欢这个女人，你用心认真的对待她，是吧？让她心里装不下别人，只能装下你。结果这家伙，人家和别的男人说句话，你狼哇的追人家，这啥玩意儿啊？我看你应该到医院找个大夫，给你好好化验化验。他化验什么？化验化他是不是纯爷们儿？对，说的对。你说说你要追我，你就好好追呗，是不是啊？你。我不就是前天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那么一眼吗？至于吗？你跟我才几天啊？老王大哥，啊，过来，咱俩都多少年了？
我认得你呀，我你怎么能这么小心眼呢？这不是你这让不让说话呀？对呀，不是这意思，我咋？我这是卖碗吧？我他在门口看见了，我跟我这。这样，我就这么，我就合计说，完事这俩人这不方便吗？我得找，我大伙一块儿就咔咔的这样，完事就，对吧？你说我说的，你咋听不明白呢？哎，这大兄弟，我好像听明白点儿。那个你的意思啊，你通过卖碗看着大美就喜欢上她了，是吧？啊，然后呢？你想和他单独沟通，又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想组织一桌麻将。哎，他这什么意思？三缺一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掌握一门外语有多么的重要啊！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咱们大伙就帮他跟大美。沟通沟通，对，打麻将去，打麻将，走，打麻将，麻将，哎，走，麻将，嘴咋那么笨呢？真耽误事儿，打麻将。哎，他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吗？听懂了，打麻我张了个嘴，你们不是你等会儿那个什么，我来伺候嘴啊。